兄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让陆县长回到县城，跟政府里的其他人呢商量一下。不行，没得商量，不能在这儿办庙会。陆县长，你不办是不是？那好，我给中央政府打一个报告，我就指你，我狠狠地告你，信不信？就是要告你，我告你毁坏文物。好，梁默言，我今天感佩你的倡议。乡亲们，都听我的，今天的庙会取消了，回去以后跟乡亲们通通传达一下。啊，过两天县政府就会发出正式通告，从今以后这个庙会取消了。哎，大家都回去吧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以后再不干了，大家都回去吧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再不干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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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今天是在搞什么呢？哎呀，真是有意思啊！我一想起这个梁默言呐，我就想笑。看你这个，居然笑得出来！哎呀，看这梁默言呐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没意思，我看他啊，不像是来画两张画，倒像是来帮我治理这个敦煌。嗯，精辟，太精辟了！他来帮助县长治理敦煌。干什么呀？你过来一下，有事儿。过来。什么事儿？这么高兴？来呀！默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北魏时期的画法呢？
临摹得这么像。你看，特别是这里面的人物如此逼真，那眼睛是这么的传神。莫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哪能随便说呀，那都是秘密呀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呀。其实啊，非常简单。你看啊，这眼睛，这手指，还有这颈部，它的比例呀，比通常我们用的比例要长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的不对啊。怎么了？莫言，我是在想，你是不是为画而生的？哎呦，你就夸我是个天才不就完了吗？哼，别的我不敢吹啊，就我这些画，只要是拿到法国的画廊一展，肯定是一鸣惊人。不，拿到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是最棒的。我们祖国的画，祖国的画。太太，这天才画家吧，他要吃饭呢，他饿呀。对对对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快饿死了，快点，快。莫言啊，过来吃饭。哎，快点。好，好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嘿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菜了。喜欢吗？能不喜欢吗？都多长时间没吃这么好的菜了。香。好吃，吃吃啊。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你先吃吧，我们都不饿。燕子，吃。哦，我昨天刚来，挺累的，吃不下。越累就应该越多吃。吃，挺好吃的。吃。莫言啊，你这张画画完了，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呀？咱们的时间可差不多了呀。再挺些日子吧。你说现在啊，北魏时期的画我琢磨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这个唐宋时期的还得再研究研究，再坚持些日子吧。还要坚持多久啊？十天半个月吧。秋明啊，我怎么发现你最近特别的瘦啊？你可得……老师，师母她……燕子，没什么，别担心，你好好吃饭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什么都没有了。什么都没了？除了几块面疙瘩，什么都没了。没关系，我明天就进唐城，需要什么我就买什么。另外我再看看他有没有带用的纸，这挺重要的。不用去了，去了也没用。为什么呀？咱没钱了。没钱了？
那怎么办呢？我那儿还有些首饰，要不你明天把他们拿到当铺去当吧，这样我们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。不行。俊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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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啊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有点头晕。没事。俊明，俊明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啊？没有。燕子，说怎么了？老师，师母她真是饿的呀。饿的？其实我们早就断粮了，师母这些天把吃的都给了你，我说回家拿他又不让，他说我家里也穷。你怎么会这么傻？怎么会这么傻呢？兰溪超豪华高级疙瘩汤啊，是你发明的？那当然了，尝尝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真的？哎，你看我说什么了？环境造就人嘛。哎呀，没想到我梁墨言啊也会亲自调制饭了。我尝尝啊。这根本就没放盐嘛，这就。秋明，你怎么不说实话呢？我能喝上你亲手为我做的汤，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放不放盐啊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真是无能啊，让你跟着我吃了这么多的苦。吃苦啊，没什么。就是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莫言兄啊，莫言兄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大家手脚麻利点啊！莫言兄，你们来了，进去坐吧。哎呀，二位最近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。看不对，我看嫂夫人脸色不好。啊，是吗？赶紧去，赶紧去看看。所以呀。我跟孙老板想到了，今儿来给你们送点生活用品。你看看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哎，莫言兄，您这就见外了啊！我跟嫂夫人是同乡，你说在这千里之外，荒漠的敦煌能碰上同乡，这可是几百年的缘分呐！哎呦，这点算什么呀？谢谢谢谢，就是啊，梁先生和夫人大老远跑到敦煌来。吃苦研究艺术，是这种精神啊，世昌一直十分敬佩啊。我们呢，真的不瞒你们说，已经弹尽粮绝了。刚才呀，我们还在为晚上吃什么发愁呢。哎呀，莫言兄，不是兄弟我说你，像嫂夫人这样天生丽质的人，就应该停之金屋，养之玉堂。你把他带到这荒漠的敦煌来。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那谁让她嫁给我呢？哎呀，好啊，陈老板总算是替我说了句公道话。不过啊，这里的物质条件虽然差点，其他的东西却真的是不错的。陈老板，你想不想瞻仰一下我们新发掘的东方维纳斯啊？啊，东方维纳斯，我想现睹为快啊！好，好啊，志明，
你带他们去。好，我去帮他们。请吧。啊，好，彭老板，那你先去啊。好。哎，啊，孙掌柜。啊啊。要不要和我们一块去看看？不了不了，我在这帮梁先生吧。好，那你忙啊。哎，好。请。您看，嫂夫人啊，这是哪儿来的呀？这个洞我以前来过，我没见过呀。这个呀，是在土地庙里发现的，以前被流沙掩埋，它属于这里，我们就把它恢复到这儿来了。真是太美了，你看看它线条多么流畅，特别是它的笑容含蓄自然，我才称它为东方维纳斯。东方维纳，好，东方的维纳斯。嫂夫人，你看啊，这塑像圆润饱满，这肯定是一个唐代的作品，价值连城，价值连城啊！陈老板，真是想不到，你对这艺术品还有这么高的鉴赏力呢！哎呀，嫂夫人过奖，这都是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开阔了眼界。这莫高窟就更加价值连城了。来，后边后边，哎，放到后边。哎，走，孙老板，坐坐坐。好，谢谢。这儿有茶啊，别客气，来，喝茶。哦，梁先生，您的研究进展得不错吧？北魏时期的还可以。哦，那先生下一步呢？下一步就是唐宋的画了，包括少数民族的画，我还想再研究研究。哎呀，这工作量可不少啊。是啊，相当大。就是时间太紧了。哎呀，先生干嘛那么着急嘛？孙老板，我不瞒你说，不急没办法呀。我在法国的画展呢，时间已经定下来了，在这儿我最多能待15天。想一想，真是舍不得呀。哎呀，先生真是辛苦啊，太辛苦了。哎呀，啊，陈老板，来，快请。参观完了。莫言兄，莫言兄啊。哦。大致上看了一下，这个陈老板啊，可是个艺术鉴赏行家呢。哎，是吗？可不是嘛，他对壁画、雕像的，年代呀，价值呀，都很有判断，带动我也长了不少见识呢。哎呀，陈老板，陈老板，来，坐坐坐。陈老板，陈老板，既然是这样，找个时间指点指点我吧。就莫言兄，嫂子那是在夸我呢。陈老板，我可是真心的。哎呀，莫言兄，你听我说啊，家父呢酷爱金石之学，我也就懂点皮毛，哪敢班门弄斧啊。陈老板，你也太谦虚了。哎呦，嫂子，莫言兄啊，我看你们到敦煌来真是辛苦啊。陈老板，说心里话，辛苦我不怕。我就是看到那几个被拒的壁画，心里很痛。陈老板，嗯，我想求你一件事行吗？您说。我不知道陆县长抓到那些个盗贼了吗？好像一直在追查吧。啊，哈，我知道你们两个关系挺好啊，所以我求你催催他，尽快的破案，这是为民除害的一件大好事啊。是是是，就这事儿啊。啊，哎呀，莫言兄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兄弟我身上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清平，你看，这是他们刚送的东西，我拉了一个单子，你帮他们算一算，回头给他们打个欠条吧。嗯。
莫衍兄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你是瞧不起我陈某人吗？就是，梁先生，你也太见外了吧！你看，你看，你们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啊，你们亲自把东西给我们送过来，我们本来就很感激了，怎么好白要你们的东西呢？哎呀，嫂子，莫衍兄，我是崇敬二位的品格。如果你们这么拒人千里之外的话，我把东西都拿回去，算我们高攀不上二位。世昌，走。别，哎，陈老板，哎，陈老板，东西我收下行了吧？莫衍兄啊，这就对了嘛。您和夫人不远万里从欧洲回来，来到条件如此之艰苦的敦煌，为的是保护我们民族的瑰宝啊。我陈宜中尽点地主之谊，这算什么嘛？哈，清平，那我们就收下吧。啊，陈老板啊，你这个朋友啊，我交定了。来，走走走。莫衍兄，握握手。清平，留他们吃晚饭吧。对对对，我去做啊，你们坐，慢慢聊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快尝。让你贪吃吧，怎么样？难受了吧？那我也得吃，都多长时间没吃这么好吃的了？那你别怪我。哎呀，你快给我揉，快点。这么多事儿。哎呀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哎，谁呀？这么晚了，我去看看。别着急，有事吗？怎么了，莫言？清平，清平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那你小心点啊。柯杰，啊，先生，啊，先生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来看您的画吧。白天为什么不看呢？这大晚上的，看得清吗？白天我不好意思来。为什么呀？那天我跟您说了那些话，我怕您还生我的气。就为了这事儿，你看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以后看画儿，大大方方的，别躲躲藏藏的。你把我跟傻子差点吓死，还以为你是盗贼呢。行了，也对，早点回去睡吧。哎，傻子，听话，我们误会人家了。好了，咱们回去睡觉。啊，傻子。你看我像坏人吗？傻子，柯杰，不要太在意。这傻子呀，太爱敦煌了。可您说，怎么样才能不让他误会我呢？你等燕子回来以后，让燕子跟他说呀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走，先生。谢。请问。您是从西安来的尹先生吧？您是？哦，鄙人姓孙，孙世昌，是来谈话的。哦，请坐，坐。先生
您就是那个老大吧？不，我们老大有事儿，让小弟全权代劳。你们老大为什么不来见我？是不是白普拿大呀？哎，尹先生误会了，咱们是初次交易，你还不知道B号的规矩吗？为了安全，B号做买卖、牵线和交易一向都是分开的，牵线由我们老大负责，交易嘛则一向由在下出面。啊，你们还是够小心的。哎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B号的信誉也是小心换来的嘛。好了好了，不谈这些了。货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们离约定的时间可是推迟了好几天了。货就在城里，不过这几天风声很紧，得往后再推几天。还有还有什么啊？我们老大说了，这钱嘛得再加两成。这盐务二价呀，这价钱是事先谈好的吗？哎呀，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买卖了。怎么，张克杰？张克杰，都晌午了，你怎么还睡着呀？你发烧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昨天晚上着凉了吧。你有药吗？那勺呢？过去吧。干嘛？治病啊。就你这些家伙事儿啊？是啊。不用了，我一个女孩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一个男人怎么扭扭捏捏的呀？不是，燕子，我看着挺吓人的。你先告诉我，这碗和勺子是干嘛用的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你们东北人不刮痧吗？刮痧？嗯，赶快翻过去吧。来。哎呀，梁墨言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姓梁的现在就住在千佛洞，像狗看骨头似的。哎呀，以后再想弄出点玩意儿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到时候先生手里的那批货就可谓是奇货可居了。好，钱不是问题，不过这货你得赶快给我运过来。这你放心，等过阵子风声没那么紧了，我一定抓紧时间把货送到。好，我等你的信儿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告辞了。嗯啊。梁墨言。哎，你舒服点了吗？啊，舒服多了。这玩意儿好像挺管用的。那当然了，你再好好睡一觉，一准好。嗯嗯。哦，你饿了吧？啊。来，吃一个。哎呀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嗯。岳总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你们都是远方来的客人，照顾好你们是我们做主人的本分。啊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。好吃啊，我下次再给你带。张克杰，昨晚上你又去洞里看画了吗？是啊，梁先生跟你说的。啊，他还让我转告你呢，你要想去看画随时都可以，不用不好意思。哦哦，张克杰，要不你搬到黄庆寺跟我们一块住吧，你这样闷着头瞎研究也不是个办法，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把自己弄病了。病了好啊，还有人照顾。
你倒想得挺美的，光想想还不行啊。你到底愿不愿意啊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不愿意？不是，上次我跟梁先生对着干，梁先生肯定生我气了。啊，你就为这个呀？你别担心，梁先生后来还夸奖你呢。他说你什么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真的。真的。 燕子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行吗？你说。燕子，啊，这幅画不是你画的吧？先生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看就知道，以你现在的水准，还达不到这个高度。这是一个朋友画的，想请先生给提提意见。哦，你这个朋友水平相当不错呀。 他临摹的这幅画，不仅技巧不错，而且完全忠实于原作。好，好啊！这是张克杰画的。克杰画的？嗯。哎呦，这克杰的水准相当不错呀，画得好。他也想拜您为师。哎呀，拜我为师！张克杰，你进来吧。哎。 梁先生，你们两个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？老师，张克杰他脸皮薄，也想拜您为师，又怕您不收留他，所以他就……所以你就来当说客。柯洁，哎，你的画我已经看了，画得非常好，而且有了自己的风格。就你的风格而言，我现在的画风啊，不一定适合你。我看这样吧。 以后我们两个人就相互切磋，你看好吗？不不不，您是大画家，怎么能跟我？柯洁，画家注重的不是名声。不，以后请老师多指教。老师，您就收下张柯洁吧。好，我就暂且当你的老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哎，我比你入门早，你应该叫我师姐。 快叫！师姐。哎。二勇。哎，奶奶，您叫我。这花儿。 大当家的托朋友特地给您带回来的。他人呢？进城了。什么？他进城了？啊？进城干嘛去了？你们又有活了？不是。不是？那不是干嘛进城去？这不找死吗？大当家的说啊，奶奶这些日子不开心，他说他要亲自办，心里才好受点。 好吧，你下去吧。哎，清平，干嘛呢？这是。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没有颜料了吗？我给你想了个办法。就这个，全是土。你可别小瞧它，这土啊好着呢。每次啊我们雕塑的时候上色都是用它。行吗？这个。你试试。 行，是吧？啊，这要是需要黄颜色，就找黄泥配；要是需要黑颜色呢，就找黑泥配。这敦煌啊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泥巴。好，
我现在出去一趟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呀，带着燕子挖泥去。 不高兴了，红玲，你看我给你买的衣服多好看啊！还有这件，来，你别看，哎呀，这绿色多好看，长短也差不多。来，你知不知道人家担心你？知不知道人家担心你？知不知道？红玲啊，来，走，跟我走。 我在这儿，先生，先生，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发现了一个洞，啊，在这个洞里面，全都是壁画。先生那边，快看这里！天哪！